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4.6 传说任务战论金狼之章第二幕，守诺者神秘的信件 4.6 传说任务战论金狼之章第二幕，守诺者。大白天教练院可热闹了，不过大家分别都在哪里呢？旅行者和派蒙。啊，塞诺，好久不见。很高兴能在虚名城里遇到你们。什么风把你们吹回来了？也没有啦，其实是我走在路上看见一颗大蘑菇，突然想起来很久没见虚名的朋友，就过来啦。最近聚餐大家也说起你们了，一见面我就知道你们又在旅途中收获了不少。真的想我们了吗？嗯，真是巧合。难道你们认为我会说出禁忌的后半句吗？就像桥的底下总有河。啊，他还是说出来了呀。老笑话记得这么牢，看来你们很喜欢。承认吧，其实早就屈服在我优秀的笑话之下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是500魔了，拿去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才500魔了。我说500魔了还不够吗？嗯，好吧，回头请你吃甜食。言归正传，其实我现在正在去工作的路上，有事在身，不方便进入休假模式。所以才没把刚才那个笑话说完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一件小案子，不过当事人身份比较特殊，我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自己来负责。要帮忙吗？你看我们特地回来也挺闲的，不如带上我们，结束以后正好一起。这么积极，难道是担心我爽约不请你吃好吃的？不是啦。好吧，很明显嘛。还行吧，主意倒是不错，跟你们这两位虚迷的英雄一起工作也没问题，跟我来吧。看到了吗？那个手舞足蹈的老爷子。哦，那就是案件的当事人吗？嗯，是我和丽莎师姐的老师，前任苏伦派贤者居乐师。哦，居然是塞诺的老师遇到麻烦。真是的，我一个老头子除了照顾照顾花园就是喝喝酒逛逛街，怎么会有人想找我的麻烦？老师，我带朋友来了。哦，塞诺，这两位是……等一下，我想想。会飞的白色精灵，还有这位，看打扮是异乡人。啊，是传说中的旅行者和派蒙吧？久仰了，听说你们帮了须弥很多。我们这么有名呀？跟老师介绍朋友很正常吧？是的，我简单说一下案件情况。大概是2天前，老师突然收到了一份恐吓信。恐吓信？对呀，怎么会有人给老头子寄恐吓信呢？这就是当时的那封信。居乐时，我已经掌握了你的秘密，
如果不想被揭发，就准备1000万魔拉放到咖啡馆后门。另外，别想找到我，你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，而我监视着你和你所有的秘密，敢报告风机关就等着瞧吧。好直白的恐吓信啊。看得出太想要钱了。1000万魔拉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一个单身老头，每天就跟番茄一起生活，问我要1000万，我跟谁要去？番茄吗？目前的线索就只有这封信，没有目击证人。所以，旅行者、派蒙，一起来想想吧。我也准备好了。你们先看看，哪里可以。没错，一部分笔记阴开了。是墨水质量不好吗？有墨水的因素，也有纸张本身的原因。附近能找到的纸大部分比这种来的平整，墨水沾上去也不会画得这么开，纸的纹理很不细腻，难道制作时放了草料？这不是教灵院里的纸，墨水反而没那么稀奇，就是城里随处可见的那种，黑墨写在纸上会有一点泛蓝。那犯人到底跟教灵院有没有关系呢？你们看这里，是沾到什么液体了吧？比起水，更像是沾到了有色液体，又用湿布清理过。有颜色的液体，茶酒。看来你们也联想到了。现在我们得找到阿拉夫，有些事需要他去办。在那里。塞诺大人，居乐石大人，还有许久不见的旅行者和派蒙。关于老师的案子，我想犯人可能是来自教灵院，年龄不会太大，手头拮据，另外还可以往须弥城的咖啡馆里查。是喝咖啡的时候把纸摊在旁边才弄脏的。那种痕迹很像咖啡渍，而且据我所知，酒馆和咖啡馆里都有这种纸，制作时混入香料，叠成一叠放在室内供客人书写用。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是礼品店里会卖的那种特殊纸张。萨赫哈蒂还买过一些，说是要拿来包装他买的花瓶什么的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带人去城里相关地区进行盘查。辛苦你们了。还有，调人把守住须弥城的出入口，你也换上便衣，避免打草惊蛇。好。还是塞诺周到呀。不过犯人现在会在哪里呢？对啊，说不定早就溜回家了，等居乐时有所行动，他再出来盯着。你说对了，派蒙。什么对了？犯人的态度。像你说的，犯人写恐吓信的目的是钱，就算他写了不要告诉风机关，老师也一定会有所行动。他说他监视着老师和老师所有的秘密。可这样岂不是……找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写恐吓信的犯人就是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恐吓信啊？从我们进入智慧宫开始，我就感觉到有人暗中跟着，
你虽然莽撞到给老师写这种信，却也小心地隐藏着自己。这里人很多，所以我们来找阿拉夫。从里面到大门口，跟着移动的人里，一定有监视老师的人。我只是听听你们在聊什么。大风机关塞诺，你出现的地方一定有大事，我就想听听消息怎么了。阿拉夫离开的时候你笑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笑笑也犯法？纸上的脏污是咖啡渍，你用咖啡兑水轻轻沾在纸上，再用湿布把它擦掉，假装这封信写于咖啡馆。封城对你毫无影响，你本就住在城里，锁定咖啡馆的话，风机关就怀疑不到你头上。从头到尾，咖啡馆就只是一个幌子，你一定在看得见老师的地方。这是栽赃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浑身发抖？没有犯下罪行的人不必畏惧我们风机关，而你心跳加速，眼皮抽动，你根本不擅长撒谎。可恶，我才没。别动，否则你会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。现在跟我走一趟。结果那个名叫乌拉卡的人就这么被抓到了呢？是啊，我刚刚出去抽了口烟，看到阿拉夫也回来了，正往塞诺那边去呢。不过看那个人的样子也就三十来岁，做出这种事儿，前途恐怕是毁了。各位，已经有结果了。这么快？犯人叫乌拉卡，是里多梵蒂学院的学生，现年16岁。啊？16岁？居乐士刚才说他30多。已经查清了，确实是16岁，入学才3年。他长得也太着急了吧？就是啊。哎，这小子，小小年纪就做这种事，从哪儿学来的？关于犯人的动机，我们也已经审问过。说吧，就算有什么事，我也能承受。好，我们了解到乌拉卡资质平平，成绩堪忧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他报名参加了补习班，又染上赌牌的恶癖，挥霍了许多钱。乌拉卡到酒馆喝酒，听酒桌上的人聊到，居乐士大人退休以来衣食无忧，成天为几株番茄与街头的老太太吵个不停。街头的老太太，那是谬论派讲师萨赫哈蒂女士，她有没有上过学啊？连萨赫哈蒂都不知道。这是重点吗？哦对，什么叫为了几株番茄？再说种点菜怎么就衣食无忧了呢？可能老师看起来很闲吧。乌拉卡提到，他听说居乐士大人退休前从沙漠里非法获得了一笔巨款，居乐士大人没有上报院里，而是私吞了。乌拉卡认为，居乐士大人这2年既没有更新课题，也没有别的作为，既然居乐士大人老了，那他应该可以敲你一笔。这个乌拉卡要气死我了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生气。谣言这种东西谁都能编，我可以确定老师从没有任何贪污钱款的行径。阿拉夫，一会儿你找个理由审乌拉卡几句，帮我揍他2拳。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居乐士大人，不过您说的这种行为与风纪官原则相悖。老师别像小孩一样。哎，我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所以这件事要怎么处理呀？院里将对这名学生予以相应的处分。至于散播谣言污蔑老师沉迷番茄和街头老太太的人，风纪官会继续追查。没有街头老太太，别胡说八道。看你一脸不理解的样子，哼，还没想明白吗？乌拉卡年纪小，听信谣言一时冲动犯下错误，再说我也没真拿出1000万给他，事态并不严重，要说损害了什么，大概也就是老头子我的名誉吧。老师
院里一定会给出公正合理的处分，请放心。嗯，我相信院里。不过，我一个当过老师的人，还是想找他父母谈谈。这小子家在须弥城内吧？在。我们也调查了乌拉卡家的情况，他父母都是商人，从他小时候就很繁忙，对子女疏于管教。哎，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还不到封存证据的时候对吧？那封信原件借我一下，晚上我拿着物证去找他家人好好聊聊，必须得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相关部门的人看过证据了，对乌拉卡的处分也已经开始商讨。这封信先给你，两天内归还即可。哦，意思是两天就能结案了？差不多，这种事情处理起来还是很快的。好，那各位，为了感谢你们，我们去吃个饭吧，我请客。啊，抱歉，我稍后还有事，各位请好好享受。啊，这样啊，好吧，哎，但塞诺得来，这次多亏了你才能飞快抓到犯人。哦，对，提纳里也在教令院吧？带上，带上。提纳里也在啊。最近提纳里的导师纳菲斯先生喊他和克莱到院里帮忙，这个时间他们俩应该在贤者办公室。老师居然要请提纳里一起吃饭，该不会是得罪了纳菲斯先生吧？什么话，只有纳菲斯得罪我的份儿，不可能反过来。行了，赶紧去喊人，我和旅行者佩蒙一起到店里等你，别让大家等太久了。不是自吹自擂，我在任的时候，黎多梵蒂学院可没出过这种事儿。不信你问他们，当年在读的教令院学生都可以作证，对吧？那几年老师布置给我的任务可多了，一周至少四天钻在树林里，尾巴毛都乱得不行了，就没怎么关心那些。很多事都是后来听塞诺说的。老师退休以后变得随和了很多，以前较真，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刚正不阿。哇，能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已经很厉害了，还是贤者。可惜那会儿柯莱没来念书，不然也可以当我的学生喽。嗯，那柯莱也要叫丽莎师姐了。直接叫丽莎姐姐也不错吧，丽莎很喜欢别人叫她姐姐的呢。丽莎那孩子学生时代听到别人叫她学姐就开心得很。点这么多真的没关系吗？客气什么，想吃就点，不够再加。今天的事实在是多谢各位了。哎，果然是你们几位啊，居乐石先生也在。哦，卡维，好久不见，上个月还听萨赫哈迪提起过你呢，最近还好吧？还不错，您看着也很有精神，真是太好了。吃过饭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谢谢您，我午饭吃得晚还不饿，晚饭延后一点没问题的。今天来兰巴德这里买点酒，隐约听到你们的声音就上来看看。怎么了？聚在这里庆祝喜事？哎，糟糕事儿还差不多，我们不说你都想不到今天发生了什么。确实比我当学生的时候糟糕些，我从入学到毕业都没听说过这种事。犯人的年纪也很小，他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想呢？观念没成型的年轻人有时比成年人更容易铤而走险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但是啊，这封信的口气真叫人生气，你们看看。这实在是
而我监视着你和你所有的秘密，然后就跟着居乐师先生去了智慧宫吗？要是我儿子做出这种事儿，一定得狠狠教训他一顿。哼。嗯，还好，我也是个刚正不阿的好人。卡文先生，打包好了。哦，来了。那我先走一步，你们慢慢聊，下次见了。嗯，再见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咖啡豆也打包进去了吗？放心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再吃点儿，别让菜凉了。肚子都要炸了，你真好吃。我也是，吃太饱了，我走回去消消食。谢谢您招待我们，下次见面我带我和缇娜里师傅做的安眠药草茶给您。我可盼着呢。哎，多拿点来给其他老头老太爷分一些，叫他们羡慕羡慕我。没问题，我打包好拿过来。啊，回头见了各位，我还得回去照料我那片田呢。再见老师，晚上早点睡，别光想着番茄了。喂，这是什么话？我肯定得赢萨赫哈蒂呀。走了走了，早点休息，孩子们晚安喽。慢走啊，路上小心。好，到属于我们的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和缇娜里克莱商量过了，趁最近有空，加上庆祝你回来须弥，我们几个去露营吧。露营？太好了。等一下，请不要抢我的工作，你和潘蒙帮师傅和赛诺先生干别的吧，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偷偷懒发发呆，做一个不那么英雄的人也可以哦。明天下午到化成郭东南方向的河岸见吧，不用带什么东西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带上好心情过来就行。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那就明天见了。